原本我就是讲，你会因为恁厝内是大反对，就放弃我。我这么爱你，我哪有可能放弃你啊？不过我知影，你若讲一句话无，若是你坚持要倒的话，你真有可能。为着你，我已经为母家净身出户啊！安尼，你搁怀疑我对你的爱哦？ 你讲啥？你已经把我赶出来啊！安尼你对我阁有啥物路用？厝内底的人，甲我的口舌冻结啦。迄个家吼，即摆有干那无共款啊！我无想要转去。啊，不过你莫袂记哩，我阁有一个足厉害的阿公，就是万海金融的董事长万朝元。 你是惊讲，阮外公无爱接受你哦。放心啦，阮外公伊上疼我。自细汉我想要爱啥物，伊拢会给我。伊对我吼是爱屋及乌，所以吼伊一定接受你的。今麦我带你去整理你的，带你回去看阮阿公。嗯。万条湾就是爸你讲的迄个白骨斑啊。五年前，我甲爸。 甲伊还阁有过节，但是即马我的人生已经无其他的选择甲退路啊！即个人变过度，除了相信伊会甲一切拢超好势以外，我阁真正无路通行啊！爸，你甲伊当厝边替我甲伊处理一下。电话仔囝有影是，哪会当无一个会当互牵心啊？特别凶。 我来收拾袂。爸，我真正感觉，自从有金玉你把这间厝了，你对阮母仔囝的代志愈来愈无遐无紧啊。哎，你嘛知影是咪？母仔囝伫母家，等于无人通我靠。你若甲因放下唔管，因母仔囝是要安怎？ 你无甲因保护，啥物甲因保护？安尼爱后头厝是要创啥？爸，你也是去母家，甲因阁讲看卖啦。因即马拄着即款的状况哦，咱毋着应该规家伙团结起来，甲因斗相共，帮助伊脱离即款的烂桃花，安尼才是亲人之间应该爱有的态度啊。 真相的讲得对啦，好啦，我会去甲恁大官讲，较免以后你伫咧母家歹做人。多谢爸。阿公，我回来啊。 欺负两个囡仔，你少在要打我囝，你拢唔敢要报警，你唔惊你的查某囝以后敢要想着别人的良心？原来你就是用在讲迄男朋友啊！啊，你明知影，伊是我的查某孙，佮伊交往。老公。 确实是知影，因是我的种人成就，不过我无是过遐尔多，毕竟顶一代的文化，无需要牵连到时阵。毋免讲到遮尔好听啦，我会记过年前，顶是一过故事吼，但迄当时你去世咧，那拢无去啊。
到，我想到啊，你的气势都给我阿龙的哦。原来伊就是廖成军的后生廖开宏。阿公，原来你早就识识开宏哦。是啊，阿林较早甲廖开宏才当见阿公，安尼后壁遐见小代都拢袂跑心啦，因为我甲瑞希都真绝对是只狗咬同款。当初我让这只狗仔走去，只是因为伊无搭理我出手，想袂到五年后，你煞走来顶我一嘴。阿公，就算你之前甲凯宏因有啥物恩怨，啊，毋过拢过去啊嘛。凯宏因今嘛是老老实实咧卖米过生活。根本就无啥物企图心啦，你掂去啦！你外公是咧甲廖凯宏讲话，廖凯宏，你讲清楚，你是毋是因为阮爸甲恁廖家母恶斗，所以你才来遮跟阮莹莹的？哈，无怪啦，无怪，你已经有女朋友啊。所以，就甲阮莹莹条条唔肯放手。你就是想要靠阮莹莹来削阮家的面子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，对不？我从来都唔捌安尼想过。我再讲，嘛唔是我主动去约莹莹，我嘛甲伊讲过啊。我甲伊是无啥交。免讲啊，遮尔好听啦。你若真正无想要甲莹莹小姐交往，想要闪避伊。方法有百百款，你煞用以退为进之招，还单纯伊莹小姐愈咬愈深，你的心机惊动哦。我自头到尾拢无主动去约伊，拢是伊来找我的。我只是无甲伊讲去过去温婉尔。敢讲我即摆嘛会当怀疑，恁就是超过伊要采用伫我，所以叫伊来接近我。你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害到凄惨落魄。你很强悍，家大拢无，我要哪靠你狠心？我一个宝贵查某孙，岂有怪你啊？廖开宏啊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含废话都唔免甲你加讲。直接把你卡手讲好，当等在外口就用啊！韩亮，家己卡头取人讲，那等在外口看到廖凯宏，直接给处理掉。是。梅英姐，我不准你顶廖凯宏，那不我会让你后悔的啦！哎，莹莹啊，你外公拢讲到安尼啊，你赶紧跟廖凯宏分开，安那袂后果最严重的。阿公，我不准你叫人伤害凯宏啦，是我叫伊的，你都唔知道我用偌济心血，我才感动到伊，伊绝对无亲像你讲安尼对我有企图啦。莫妄啊，莹莹，你是去吃着伊偌济苦啊水啊，干咩一定爱甲一个敌人做伙？阿公是绝对袂温准的，我就是要甲伊做伙，就算伊过去甲阿公是敌人。我也袂放弃啦！凯宏，你，哼，这你嘛是好啊！凯宏，我不准你放弃啦！你若是要安尼，我就要跟伊走，我绝对不爱跟伊分开。莹，咱是无可能的啦，你就帮我离开，莫
板凳的出去啊！我无爱，我无爱跟你分开啦！谁都袂当阻挡我的关系。盈盈啊！哎，妈，伊若真正我都找好你，敢有需要佮甲话讲到遮尼严重啊？我知影这件代志甲我无伫代啦，我嘛无应该插嘴。啊，只是讲，我感觉这廖凯宏都已经答应讲要退出啦，爸你佫唔肯放人煞，等到会予莹莹佫较想要保护伊啊，佮毋是？哎，等放人煞，放人煞，听伊拄只咧讲，因家也是讲伊啊，拢已经无才调无能力啊，所以咱无需要咧对待人。你嘛知影，你无应该插嘴。那安尼，你著掂掂伫边仔看，莫讲话。你莫管阮爸要安怎做好无？我只是希望讲代志莫不甲伤过歹看嘛。啊，大家各退一步就好啊。廖凯宏都答应要分手啊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那莹莹哦，有你甲妈咧陪伴伊，我相信咧情商足紧就会当行出来。安尼最后敢毋是双赢？你实在是，就是啊。李小姐只是希望麦个代志不搞无得收煞。当然，金玉小姐以旁观者清，我感觉伊讲了有道理。咱大家确实需要冷静些，无需要把代志做到这样绝。大家好，有听到无？我会找我今仔金玉来，我帮你煞。你才当好脚好手，走出这大门啊！你即马世家经营，当好你，那恁规家伙也要比起对，谁在恁啦？不过，那是够我知影，你甲阮经营有任何的瑕疵，我保证，一定先送你上山头。我甲莹在乎你，但是我嘛希望莹莹莫阁拄了国国定。你即摆是要我好歹看？我已经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这条命都算讲伊是捡到回来啊！你还阁无满足？到即阵，你还阁想要抹黑莹莹大腿？好啊，那安尼，就先甲你一支手刀落来。再搞出去！你有听到吗？那是不可能啊！啊，所以你若无想要发誓，以后莫阁跟我有任何交叉。太好，你莫怪阮老公狗血，伊袂真正安尼做诶。那是真正本事，我嘛会跟你做一起的。好，安尼哦，叫宝山，把廖凯宏赶出去。是。别一直，你若是要把伊赶出去，就连我做伙赶出去，我不会跟伊分手。杜家若是无做操出来，母子的险险连命拢休去。无啊，我今麦啥物拢无啊，有原因无法度挖苦，爸妈嘛无可能原谅我。